集为大家介绍一下不同调式的梆子中板。首先介绍的是有序中板，它的特色就是音乐过门会重复前一句唱段的旋律，所以又叫学口学舌。是芙蓉中板的其中一种调式，它的旋律凄怨，oh
是有路去无门啊！禁不住血涌。为大家送上的同样是衣反芙蓉中板，请大家细意欣赏。好一比湖
天堂。芙蓉中板浓缩了芙蓉中板的格式，所以叫做减字。它的节奏特色是板开口，有别于芙蓉中板一般是钉起的。它亦分平喉、指喉、霸腔不同的唱法。虽知道情花和泪中，嗰阵重开特别香，艳夫珠中状元郎，嗰阵富贵荣华同。芙蓉中板有正线，亦都有衣反调式。衣反调式咧系用嚟表达悲伤、愁闷嘅情绪。一枝黄叶心有恨，恨我忘情更伤悲。八和频道将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陆续推出，请继续支持和留意，大家记得订阅、点赞和留言啦。